过，潜过。去年玩过什么冰雪项目吗？什么都没涉猎过，没滑过。但是沈月好像有一项技能跟板有关，对不对？你会滑板？滑板稍微稍微哦、啊、那可以了。我之前会直排轮，就上冰就还行，平衡就可以。好，请准备，第二局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！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加油加油。可以可以，势均力敌，现在好焦灼，好焦灼，抓好节奏，抓好节奏，同时到达终点，右脚抬右脚，抬右脚，抬右脚，最后直线，孙俪加油，好焦灼，好焦灼，可以可以，加油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好焦灼，赞聂，我想问你是什么心情，就差了那一点点，就是我已经想到我会输了这件事情，他还推了我一把，正好把我推到气球上，慢一点，就很害怕，保持，别动，拿，对，保持，很好，对 ，nice， 啊，开始了。楠姐，你太快了！三、二、一，不对！三、二、一，不对！我跟他们拼不了了！三、二、一，不对！三、二、一，不对！三、二、一，木头人，一木头人，三一木头人，三一木头人，三二一木头人，游戏结束，恭喜小猪队获胜。杨迪组最后一名成员沈月。我们这队分就在沈月那儿了。你挑战多高？说一下。九十。沈月加油！看沈月的了，看沈月的了。沈月九十厘米，挑战开始。沈月慢慢来啊，两只腿发力。加油，阿月！哦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可以，他很稳。稳住，沈月加油！他这个有点低。成了，这次成了。哇！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成了。沈月挑战失败。哎，提前坐屁股端了。那沈月挑战失败，太可惜了。